今年五月，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回收的数据中捕捉到2019年9月雪豹夜间活动的画面。雪豹被誉为雪山王者，是高寒山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物种。经过近3年的野外调查，保护区陆续发现许多雪豹的足迹链，充分证实在甘肃省保护区内有雪豹栖息的事实。